百年来的大灾问，如何成为良好的公民，就要多看新闻。尊敬的老师，我有问题。请说。当今的媒体报道，从一个假象走向另一个假象，谎言冰封了我们的善良，弄痛了我们的纯真。我坚持要看最真实的苹果新闻网，然而零用钱却不够啊。千千万万殷殷期盼，深深学子的呐喊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听到了。现在推出学生价方案，凡是国中含以上22岁含以下的在学学生，一年只要599就能看苹果一整年，看一整年苹果。期待孩子陪同苹果新闻网一起茁壮膨胀，很棒！请循着马蹄声，策马红尘，加入正义媒体的灿烂光辉，期盼明天会更好。学生优惠专案，一年不到600，苹果拥抱着你的梦，苹果守护你求职的面。学生的笑容充满着正义的骄傲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。